才是最大的大鱼。哇，好好听。还有吗？有，还有一个亲爱的动物园。哦，这边。说吗？对。小朋友都不要翻哦，今天都没有翻，今天不翻爸爸翻。我写信给动物园哦，请他们寄了一只动物给我，他们寄来，哇、哦，很大的一只哦，我就把它寄回去。大坏人呐、啊，坏人呐、啊！你们不要吵，他们听得很好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把它寄回去？因为它是什么东西？对呀、啊。后来呢？他们又寄了一只来哦，我又把它寄回去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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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笑他，因为我先生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太高了。它是谁？什么东西？长颈鹿。长颈鹿，长颈鹿。是什么？吉尔夫啦，来，你看，哇，是什么？长颈鹿哦，来，是什么？太高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又寄来了一只，不是我要把它寄回去，因为它太凶了。请问它是谁？既然翻译是好了，哦，真的是什么？蓝眼，蜘蛛蓝眼，蓝眼，他又寄来了一只脾气很快的东西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是什么？胎毛。胎毛。对，是什么？骆驼。来，大家。后来呢？哦，他们又寄来一只，我又把它寄回去，因为它好可怕。它是什么？帮你打开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蛇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的表情好好笑，很像小的时候讲什么。后来呢，他们又寄来了一只，可是它很调皮，我就把它寄回去了。它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好吗？小猴子啊，谁跟我说的？是谁说小猴子的？你说的吗？真的吗？是啊。啊，你好厉害哦。来，下一个、哦。后来呢，他们又来一只，他喜欢跳来跳去，我就把他送回去了。他们是谁？青蛙。是青蛙哎、欸。哦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后来，他太完美了，我就把他留下来。他是什么东西？是狗吗？哎、欸，你们都听过、啊？听过一百遍了，好不好？还有吗？哦，你在家里有听过狗哦？哇，结果是一只狗，好听吗？好听啊、哦！来，你还可以再说，还有这个哦。